好啦，睇下呢條因式分解有冇做啱先。咁咧就呢、這個答案係啱，不過咧因為見到兩個都相同噶嘛，咁應該我哋寫翻5H 減7K 平方會好啲啦。咁然之後下邊嗰度呢個位。呢、這個位寫翻原本題目啦，應該咁跟住呢度漏咗啲嘢啦，因為前邊其實你呢部分係加嚟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哋係原本呢度有兩嚿嘢，前面有三嚿嘢，中間係加埋嘅。咁所以呢，如果寫詳細啲呢，應該係咁啦。其實你後面嗰嚿嘢係可以用個括住佢，咁然後呢抽咗個二出嚟，咁所以呢度咧應該仲有個加號嘅，咁就唔好漏咗啦。雖然最後個答案啱，咁但係呢度冇咗個加號咧，其實就已經唔係好妥當噶啦。咁呢一條就要小心呢個位啦。咁個平方淨係得個 m 有平方嘅啫，咁所以咧個呢個平方同個121係冇關係嘅，咁所以121咧寫翻做11平方啦 ，m 平方，所以其實咧佢係11 m 全個平方啦。咁所以呢兩項加埋咧就會係11 m 平方減15 m。整個咁樣平方，跟住再拆咗呢兩部分啦。咁就寫清楚啦，呢度減啦，一啦。咁就係啦，因為我哋抽個因子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抽咗出嚟即係做除數。咁原本係加嘅，原本係加或者加一個正嘅數啦。咁所以抽咗負一之後咧，呢度係負嚟嘅。咁或者你唔知自己有冇做錯咧，還原翻，剪開翻個括號，咁去睇下係咪去翻原本嗰、那個。咁呢度主項變換係啦，個九乘過去記得唔好乘漏啦，9s 減27t， 跟住4s 加6。咁睇翻佢要用 S 做主項，咁將所有 S 嘅項擺埋一齊啦。所以呢個 5S 剩翻6加27T 啦，調咗過嚟。咁呢度咧嗱，呢度就睇下先嗱，佢咧。呢位同學個做法呢，其實佢就會咁樣諗，負8V 加 13W 除以4，咁點解有負數嘅呢？就因為 8V 加 13W 除以負4，咁所以呢就會睇到呢，其實佢呢一個部分咧，佢就個負擺咗落個下邊個分母變咗負四啦。咁所以咧呢度分子計在8 V 加13 W 等於負四乘7 V， 負28 V， 負四乘呢度減嚟嘅，所以變咗咧加8啦。咁之後就又係將 V 嗰啲項擺埋一齊啦，8 V 加即係調一個加28 V 啦，8減 13W。 咁呢條呢
就比較容易錯咧，就係、是、如果你個符號唔擺落分母度，咁咧就要小心一樣嘢啊。其實咧，佢把 v 加13W 成個屬於個分子，跟住呢度四啦，係咪？咁你記得正數除正數就係、是、個結果係正噶嘛？咁而家除完個結果係負，咁梗係是但一個有負啦。咁啱啱呢一度嘅做法，佢將個負擺咗落個分母度啦。咁如果你擺到分子度咧，個負就會變成咁啦。咁然之後，其實咧，我哋係要上面個分子咧要拆除，咁所以係應該係減八 v 減13W 再等於28V 減8，咁應該用咁樣繼續做落去咧，都會做到相同答案。咁但係通常咧，最大問題就係呢個位啦，即係呢個位咧寫咗做，即係冇擺翻個負入去繼續寫加，咁所以後邊啲正負咧咁就唔啱啦。啊，咁嚟到呢題文字體做方程嘅，咁就記得寫清楚切心尾年齡為 x 啦。咁呢度寫得非常正確啦，千祈唔好寫切心尾為 x 啦。咁咧小兒年齡為 y， 咁跟住咧首先咧心尾較小兒大六歲，所以 x 減六等於 y 啦，一條方程。嗱、跟住咧係兩年後咧你要小心一樣嘢咧。就兩年後就兩個都會個歲數大咗噶嘛，咁所以咧就記住兩個 x 同埋 y 咧兩個分別咧都要加二啦。咁好多時同學做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加咗二，一個唔加嘅，咁即係兩年後一個個歲數係不變啦，咁好奇怪啦，係咪先？咁 x 加二啦。咁呢個心尾兩年後嘅年齡，咁小兒兩年後年齡咧就 y 加二啦。咁咧到時咧心尾嘅年齡係小兒嘅兩倍，所以 y 加二除咗乘二啦。咁跟住聯立方程就係解聯立方程啦。咁又計，咁你留意一下咧，係啦，呢度咧雖然我設方程嘅時候咧有設 x 同埋 y， 咁但係個題目咧係只係問一位嘅啫，淨係問啊心尾個年齡，咁而心尾個年齡咧係由 x 表示啦，咁所以其實最後個答案咧，你計咗 x 個數值咧就已經答到佢條問題嘅啦，咁個 y 個數值咧其實可以唔需要計，咁另外要留意嘅就係、是、仲有一個部分你可以大概可以諗到自己有冇計錯數啦，咁譬如呢度你計到首先。個 x 冇可能計到負數啦，因為代表年齡噶嘛。咁當你如果計到負數嘅時候，就應該翻轉頭 check 下自己嗰條方程有冇寫錯啦。咁另外除咗 check 下心尾之外，咁佢比小兒大六歲噶嘛。咁你都雖然呢度唔使答，咁但係你心裏邊都要計一計嘅。咁因為如果譬如你計到 x 咧係四咁樣，咁咁但係佢仲要比阿小兒大六歲，咁唔通小兒係負二歲咩？係咪先？咁所以呢個 x 咧，起碼咧都要大個六啦。咁呢個咧都係 double check 你自己咧有冇計錯數嘅。啊，咁呢度，咁啊，睇先，體重係5:6。若他們體重均增加，兩個一起增加15kg 啊，即係好似其實咧個情況係同嗰啲年齡嗰啲題目一樣嘅，不過改咗個情景，而家係體重咁咧，咁就增加咗嗰、那個體重15kg 啦，係咪先？兩個一起增加體重都係15kg， 咁呢度 x。比 y 5/6 係啦 ，x 係
名師個體重 ，Y 係嘉欣嘅體重5:6，增加咗15之後，係啦，兩個一齊增加，因為均增加，係啦，兩個都要增加嘅。咁所以 X 咧會加15啦 ，Y 亦都加15啦，之後嗰個比啦係8:9，咁樣咧，跟住所以咧就。呢兩條交叉相乘咗之後有 6x 等於 5y， 9乘 x 加15等於8乘 y 加15，其實呢部分呢都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其實這個呢這樣寫下來呢都沒問題的。那然之後那他就很快地計了，即係拆散曬啲嘢啦，即係將呢個乘以呢個減1.5，因為佢想消除 x 啦，咁所以6乘1.5咧就9，係啦，相減之後咧就冇咗個 x 嘅，係啦，咁啊計到 y 咧係30，咁然之後再計到 x 咧係25。咁其實你可以計完之後呢 double check 嘅25除以30，咁你化簡咗之後呢都真係等於呢5:6嘅，係啦，咁就應該呢冇計錯啦。咁但係呢度呢就爭少少嘢呢，就係冇咗個單位啦。咁另外呢想做埋俾你睇呢有另外一個做法啦。咁另外一個做法呢，就係當我哋見到一啲牽涉係比嘅題目嘅時候呢，咁如果咁樣寫法，有啲同學唔鍾意咁樣寫，因為呢會有分數。咁如果唔想寫分數會點呢？咁就可能佢設個重量就唔設 x 啦，設做 5k， 咁跟住 y 呢就叫 6K。 咁點解係 K 呢？嗱，你望返呢個同學做完嗰個答案，我哋可以睇到嗱，其實佢實質呢一個數字係25，一個數字係30，咁我哋化簡咗之後呢先至變成呢5同埋6啦。咁化簡嘅時候其實我哋約走乜嘢呢？我哋上下約走個5嘛，即係佢哋有一個共同嘅因子。咁其實嗰個共同嘅因子呢就係呢度呢個 K 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咧，譬如假設咧，佢哋大家倍大翻呢個倍數啦，咁五 K 同六 K， 咁所以就變咗得一條式嘅啫，咁就五 K 加15除以6K 加15等於8/9，咁跟住咧，我哋就。我試下計埋俾你睇先啦。咁咧，45K 加15×9，135等於48K， 再加120，係啦。咁咧，15×3K 啦。咁咧。計到呢 K 等於5啦，咁 K 等於5嘅時候呢，而家我想知兩人原本嘅體重，咁 K 等於5，咁所以名師個重量就係5×5囉，咁嘉欣個重量呢就係6×5啦，係啦，呢度應該其實最初喺呢度 set 嘅時候呢應該係寫返個單位，寫返個單位，係啦。咁啊，睇一睇你個，啊呢個咧就，我建議同學咧大概，我畫個圖。咁咧，最初係-6×9呢個 P，
咁 Q 咧就喺呢度啦。负三十五，好啦 ，P 咧顺时针喎，顺时针。咁首先咧就喂咩方向先系顺时针先？咁咧有同学咧就搞错咗方向嘅，顺时针咧就应该系咁样转，咁样转九十度，九十度。咁所以咧记唔记得我哋嗱呢度咧系第四个象限嚟噶嘛？咁所以佢转咗九十度之后咧，佢应该咧就去咗第一个象限啦。咁第一个象限咧就会系 x y 坐标都系正噶嘛。咁所以呢一啲多啲去咁样谂翻嘅时候咧，你就起码即系揾完个答案之后咧，自己谂下合唔合理。系啦，我喺呢一个位置，我转九十度，因为点解一定系第一个象限？你谂下呢条界。呢條界已經是最貼邊嗰條，咁佢轉九十度，咪嚟咗呢一度咯，係咪先？咁如此去推，你諗下，如果貼邊就嚟咗呢一度啦，即係呢條邊再轉就嚟咗呢一度，係咪？咁所以呢一個範圍嘅嘢，如果係轉九十度，其實係因為每個象限都係呢度係。九十度啊嘛，咁所以你轉九十度嘅時候，其實係由一個象限去另一個象限咯。咁首先咁樣諗咗先啦。好啦，咁如果仲有啲印象，咁其實我哋轉九十度會出現啲咩情況呢？嗱，如果我將我再畫多個圖，嗱，如果嗰個點係咁樣嘅，如果我將佢咁樣畫翻一個咁樣嘅直角三角形嘅時候，即係好似一支旗咁樣，係啦，好啦。咁如果我轉九十度嘅時候，咁其實咪好似細個做勞作嗰啲整嗰啲風車，呢個咪去咗呢邊咯，係咪先？呢個去咗呢邊啦，係嘛？咁咧？會點咧？呢、這個原本呢個高度咧係 Y 噶嘛，即係用個 Y 坐標表示呢度有幾高啊嘛。咁你見到呢一個高度就成為咗打橫噶咯喎，即係原本咁樣打動 vertical 嘅嘢就變咗 horizontal 啦，變咗打橫啦。咁即係乜嘢咧？呢、這個 Y 坐標，即係我計咁樣呢個方向圓錐垂直呢個方向咧，我哋係。講嘅 Y 坐標，而打橫水平呢、這個即係同 X 軸平衡呢一個係計個 X 坐標噶嘛，咁即係原本代表 Y 坐標嘅嘢之後會代表 X 坐標咯。咁所以如果想即係如果你明白咗之後咧，而又想做快啲咧，其實就好簡單嗱 ，X Y 嘅嘢會變 X， 咁即係 X 嘅嘢會變 Y 啦。咁所以咧，如果佢是旋轉九十度的，首先呢兩個你唔好理個正負先，呢兩個數字會調轉，就好似呢度咁啦，九同六。然之後我哋再睇翻嗰個點，佢嗰、那個去咗邊一個象限，然之後調校翻個正負。咁因為今次順時針轉嘅時候咧，轉咗嚟呢邊啊嘛，咁係第一個象限。咁兩個坐標 x y 坐標都係正噶嘛，咁所以咪就係九六咯。咁就已經 OK 啦。咁通常呢度如果會做錯咧，就係、是、政府問題咯。咁通常都會知道我見大部分同學咧都 manage 到係個 XY， 即係我唔睇政府就係、是、個數目字會對調咗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可能睇錯方向咧，咁嗰、那個政府個。調節咧就唔啱啦，咁跟住咧就 Q 咧就要向左平移十八單位，咁所以原本係負三，再向左咁樣騰多十八格，咁所以就去到負廿一啦，而個 Y 坐標咧不變啦，咁所以咧呢兩個坐標咧就係、是、正確噶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就會再對翻
嗱呢一類牽涉坐坐標轉換嘅咧，就通常就係楞埋咧啲計斜率嗰啲嘅，係啦。咁佢就叫你判斷 PQ 是否垂直 ，P prime Q prime。咁記住點樣去 check 垂直，成日都問嘅。check 下兩條線係咪是否互相垂直 ，check 下兩條線是否平衡，咁一定要搞清楚。咁要 check 垂直咧，就係、是、分別我要計曬兩個個斜率啦，計完之後咧乘下佢啦，乘完之後咧 check 下個答案係咪負一啦。好啦，咁我哋睇下呢度有冇計啱先。嗱 ，PQ 個斜率。15-9， 咁你記住個方向，我用呢一個點減呢一個點嘅坐標，咁就 Y 坐標係咁減 ，X 坐標都係要跟翻個方向嘅。15-9，啊佢計咗呢個先，呢、這個先係15-9，跟住-3-6，你又啱啦。咁呢個點樣嚟咧？個15-6，跟住就-21-9。都正確啦，咁跟住就15-6係9啦，-21、-9、-30係啦，15-9係6，跟住-3+6係3，咁呢度其實我哋約咗6、5啦，3啦，咁其實咧。就有個負數，咪雖然佢後尾都答到係不垂直啊，不過咧呢度就小心啦，呢度有個負喺度嘅，所以有個負，咁-3/5當然亦都唔等於負一啦，咁所以咧就唔垂直啦。咁不過如果咁嘅情況咧，就有機會喺呢個位咧會俾人扣少少分啦。好啊，咁下一條咧類似。類似的題目，睇清楚啲先，等啱個位係啦。類似嘅題目，咁咧今次就 check 是否平衡啦。好啦，嗱，如果你我哋唔睇答案住，好啦，咁咧望下，睇下識唔識做喎？7-1、-3、-19。-3-19就喺呢度啦。呢個 N， 咁跟住咧7-1呢個 M。咁咧，而家呢度啦 ，M 咧就繞魚點逆時針方向。我今次咧向呢個方向逆時針。嗱，唔記得順時針逆時針，咁你一係就喺課室就睇下望下有冇鐘，睇下個鐘，自己有錶就睇會唔會睇到啦嚇。咁咧逆時針喎，咁所以咧佢而家呢度第四象限，咁同上頭先個 case 一樣啦。咁咧佢會第一象限，咁佢逆時針轉之後嗰個點會點樣咧？咁就會係數字調轉先啦，1、7，跟住咧，因為第一個象限，咁兩個都係正啦，咁其實答案就係1、7啦。咁跟住咧 ，N 咧向左又係向左平移五單位，咁所以-3原本已經-3啦，再向左平移五單位去-8啦。咁所以我哋睇下答案啱唔啱先，1、7，同埋咧-8、-19。嗱，今次就 check 緊咪平衡啦。咁平衡又好，嗱，最緊要咧一定要計一樣嘢。咁咧，無論佢 check 平衡或者係垂直，咁咧你都係先行計咗個斜率先，因為咧
如果你講考試咧，計斜率呢個部分，即係佢睇你會唔會知道要計斜率。咁咧，你會計斜率咧，咁應該已經有少少方法分噶啦。咁所以咧，點都計咗個斜率先。好啦，咁咧，我哋睇下個斜率有冇計啱。n prime -19 - 7-8 - 1係啦。咁跟住咧26/9，咁啊正確嘅。好啦，跟住計呢個-19 - 1-3 - 7，咁上邊咧就應該係-18啦，下邊係-10啦，所以約咗係9/5。咁咧好啦，如果係平衡，平衡嘅話咧，兩條線個斜率應該一樣嘅。咁26/9同9/5唔一樣啦，咁所以咧。這個寫法有點問題啦。這個寫法呢，看看先，剛剛想剔咗添。嗱，這個寫法表達乜嘢呢？ MN 呢，咁樣寫法呢，其實表達緊個長度。N prime 呢，表達緊係長度。咁所以呢，其實有時呢，都不能太省略啲嘢唔寫㗎，其實。因為你唔寫咧，就解釋咗係第二樣嘢噶啦，其實咁所以咧，呢度必須咧要寫清楚咧，你係計緊佢嘅斜率。OK， 咁咧呢個咧呢個寫法咧係表達 m 去 n 個距離個距離啊。咁所以呢個寫法係完全係唔啱噶，個概念上完全唔啱噶。OK， 咁所以咧，應該就喺呢度寫清楚係計斜率，然之後咧，如果有少少懶惰，想寫少啲文字咧，咁你就不如寫個數字咁樣俾佢睇啦，然之後先至話俾佢知不平衡。咁呢句嘢就一啲都唔啱啊！呢句嘢一啲都唔啱，係啦。好，咁跟住咧就去到坐標。嗱，坐標咧就睇清楚啦。$10買一包雪條，嗱呢個店主喎，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係佢入貨價。其實呢個咧就係嗰個薯片嘅成本啦，呢個就係薯片嘅成本啦。咁咧標價較成本高10%喎，咁個標價咧成本高40% 嘛，咁所以咧其實佢本身包薯片咧就想賣幾多錢咧，就想賣呢一個價錢啦。咁呢個就係標價啦，但係咁咧賣唔曬啦啲薯片，咁所以就減價。減價之後咧，薯片以7折出售。嗱，7折出售，大家有去買過嘢噶嘛，係咪先？咁你諗下嗱，我都係講嗰時7折呢個比折，邊個會知道？即係邊個會睇到有折扣啊？你睇到，店主都睇到。咁但係作為顧客，你去買個包薯片，你睇到個價錢係邊個價咧？你冇理由會睇到個成本噶嘛？咁咧，顧客係睇到個標價嘅啫，個標價好啦。咁所以咧，我哋睇折扣嘅時候咧，個折扣呢個7折一定係用個標價再打7折俾你啊嘛，啱啱先？好啦，咁有啲人問，咁咩叫售價？售價同標價分別？好啦，當你見到包薯片減價7折，然之後你肯俾錢去買咗包薯片，嗰包薯片成功地被賣出啦，咁嗰個成交個價錢咧就係售價。咁所以呢度咧，嗱呢度其實計咧，你講計算係計啱嘅，咁不過咧就冇寫清楚啲嘢，咁咧其實佢呢一 part 計緊咧係個標價，咁然之後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個售價啦，咁即係佢你原本咧見到包薯片咧。即係有個價錢牌黐喺度噶嘛，你會見到價錢牌黐住係14蚊，
咁跟住佢而家話啲嘢七折，咁所以你去到收銀機去俾錢嘅時候咧，就會14乘翻7%，70%，咁你俾得實質咧就俾9.8。好啦，咁呢度咧嗱，跟住嗰條題目咧就有兩個情況嘅，咁就睇下佢問幾多嘢啦。如果佢冇後邊呢度，佢就係問。咁佢究竟最後賣咗包薯片，阿店主係賺錢定蝕錢？咁咧就唔需要計個百分率嘅。咁你就話俾人知個9.8，即其實佢呢度想睇咧，你知唔知邊一個係成本？咁你話俾人知，我9.8仲細過個成本喎，咁咪蝕錢咯。咁所以咧就唔使計任何百分率嘅。但如果好似呢一度咧，有埋後邊呢部分咧。就要計百分率啦，咁就計曬之後咧，先一次過答佢啦。咁我哋如佢好多時咧就會特登好似講到咧唔知賺錢定蝕錢，咁所以咧佢就會寫求盈利或虧蝕百分率嘅。咁因為咧就唔想俾你知道咧，其實呢度計完出嚟個答案咧究竟係大過十啊定細過十啦。咁啊等你。計錯咗都可能唔知道自己計錯啊！咁咧就我哋呢一度可以用一個百分變化諗法啦。咁呢個係個包薯片，以店主對於店主嚟講，因為店主想知先至想知道賺定蝕噶嘛。以店主嚟講，薯片原本嘅數值係10蚊，因為佢俾咗10蚊出嚟買入貨。入呢包薯片，咁最後呢個薯片嘅價錢咧係得9.8。咁我哋用新嘅數值減舊嘅數值，原本嘅數值除以，記住分母必然係原本數值。好啦，咁你計到負數嘅，咁你計到負數咧，就再文字解釋其實負數係咩意思？負數就因為係虧蝕。咁咧呢位同學就最後發現其實唔應該寫負啦，因為個虧蝕嗰部分已經解釋咗咧，你計到出嚟係負。咁所以呢已經講咗㗎喇，咁所以呢度呢就兩者虧蝕-2%。好啦，咁呢條呢呢條係好容易嘅錯喎。嗱佢呢用呢一個售出一個微波爐，咁所以呢2400呢係售價。虧蝕百分率25%，求成本。哇！你諗下，如果佢要虧蝕嘅，佢要虧蝕嘅，咁咧，你計出嚟嗰個成本咧，就一定要細落去啦。即係如果你發現計到，個成本應該要大過售價啦，應該咁講。個成本要大過售價，咁你先至會虧蝕啦。咁所以如果你發現計出個成本仲要細過佢咧，咁一定有問題啦。嚇、即係虧蝕個意思咧，就係成本仲多過個售價啊嘛。即係你入咗貨，跟住件貨賣翻出去仲即係回唔到本嘅。啊，我哋叫回唔到本啊嘛。咁先至叫蝕錢嘛，咁所以即係話你原本買件貨入貨個錢仲多過你賣翻出去咯，係咪先？咁所以你要留意翻呢樣嘢。咁點解咧？咁就係有好多同學會計錯嘅呢度。咁主要計錯咧就係、其實你要記住咧，售價一定係由成本計出嚟嘅。咁所以呢度。這個寫法其實會比較複雜，如果你可以的就用這個寫法會更加好啦。成本去乘以蝕了嘛，1-25% 就會等於翻個售價啦。咁所以如果你設 X嗱，呢度亦都係寫得好啲啦，應該係 x 元啦。OK， 咁你設 x 係成本咧，即係 x 乘以1-25% 咧，
其實就會是 0.75 等於2400，那這個寫法就會簡潔很多咯。那你跟住就用回咁咧，計到係呢個啦。咁所以係咪？咁咧佢都計啱嘅。不過呢一個步驟就比較寫落去好似繁複啲啫。好啦，明傑認為以 A 部嘅售價啦。記住這個是售價的 125% 售出該微波爐，他便不用虧蝕了，你是否同意售價的 125%、啊、小心一點，那就是說呢、啊、我們這個就是剛才說的，其實它不需要計個百分率，其實我只需要計下售價，如果我用2400是125%，一加125%，咁其實即係咩意思呢？係一加1.25，100% 就係一啊嘛，而家係125% 啊，小心。咁所以係2400。乘2.25啦，其實一定係一定唔使虧蝕啦，嚇、啊。好，咁咧2400乘2.25，5400啦。5400大過3200，其實咁樣已經得㗎啦，因為呢個係個成本，你話俾人知呢一個大過個成本，咁所以呢已經係不用虧蝕，咁就可以同意啦。咁呢度就計錯咗啲咩 percent， 計咗售價嘅，睇下先啊，咦我有冇計錯咧？係咪我計錯咧？等諗下先啊，售價嘅125%，咦？咦，可能我計錯喎，阿同學仔計啱喎，售價而佢唔係再加多125% 喎，係啦，咦咁，係啦，咁樣係我錯啦，係我睇錯題目，唔好意思，係啦，佢嘅125%。咁咧乘1.25，重複咗呢度。咁咧，但係唔使計個百分率啦，應該。我想實想話，唔使計百分率。好啦，2400乘1.25，睇下大家認唔係啦，三千，係應該咁樣，3000。咁咧？話俾人知，細過3200，細過3200，咁樣咧就已經係虧蝕噶啦。OK， 咁其實唔使計百分率嘅，咁你咁樣計會簡單啲啊嘛。即係佢呢度寫法係啱嘅，咁但係咧就佢計咗百分率，咁但係佢佢冇話要計百分率嘅，咁所以咧，我哋只需要比較一下你實質個售價同個成本，個售價高唔高得個成本，高得個成本咧就獲利啦。如果好似呢度咧計完之後都仲細過個成本喎，咁咧就會虧蝕啦，係啦，咁咧就唔好意思，頭先咧就呢度搞錯咗嚇，佢係售價嘅125%，咁所以咧直接乘125%咧就 OK 啦。好啦，咁咧，跟住我哋睇下呢一條。咁啊，呢類咁咧要證明全等三角形。
咁咧個評分準則咧就要睇翻咧就係、是、有證據理由、證據證明咧，咁有兩分；冇證據嘅理由，但係咧就證明係證據有一分。咁所以咧，如果個評分準則係咁嘅時候咧，都幾慘嘅其實，因為即係話你如果真係睇唔出佢點解係全等啊，即係嘅時候咧，咁如果個證明本身係錯，咁已經係冇分噶啦，即係唔會話啱少少會有啲啲分咯。其實就一定要證到係啱，咁先至咧會係。如果你寫啱曬啲理由先至攞齊分啦，如果啲理由寫漏咗啲咁就有一分。咁咧我就會建議同學咧就一係咁啦，諗下有乜嘢方法會全等嘅。咁咧有乜嘢情況全等咧？例如你哋以前記過嘅咩 SSS 啦，係咪？咁跟住有 SAS 啊，跟住有。ASA 啊，係咪？咁跟住有 RHS 啊，因為你見到呢度有直角三角形。咁咧，如果大家即係唔係一眼睇到用邊只嘅時候咧，咁我建議咧，你就即刻喺腦海裏邊咧撈翻曬呢啲理由出嚟先。咁然之後咧，再望下個三角形大概俾嘅資料咧。咁你已經係發現有啲係唔啱噶啦，即係例如咧 SSS 咧，即係三條邊都要齊曬嘛。咁你見到佢俾兩條邊你啫嘛，呢條邊知唔知咧？一啲資料都冇啊嘛。咁所以即係話呢條咧，即係都應該唔會用 SSS 啦。咁而 RHS 係啊，呢度有直角啦。咁但係咧，你要記得個 H 係咩意思咯？即係點解佢唔寫 S？佢要寫 RHS 咧，因為喺直角三角形裏面咧，呢條邊咧，我哋有個特別嘅名叫斜邊啊嘛。咁最長嗰條，咁叫斜邊。咁但係問題，你有冇斜邊嘅資料咧？好明顯又冇啦。咁所以都唔會係呢只咯，都唔係呢只。咁所以咁嘅情況咧，即係得翻呢兩個可以揀啫。咁你望下似啲乜？佢俾咗幾多嘢你咧？佢俾咗兩條邊嘅資料你，又俾咗一隻角喎、你見到呢度 mark 住呢啲角咧，係呢個同學仔自己畫架。我攞翻原本個題目，係啦。嗱，呢個原本題目個圖啊，係冇嘢噶，嗰兩隻角。咁所以咧，即係。得一隻角啫嘛，得一隻角，咁你平時背開嗰啲全等三角形嗰啲理由邊一個咧，係得呢一個啫嘛，係咪？咁即係話個一條邊夾住一隻角，跟住到一條邊，即係有一條邊有隻角，跟住去到一條邊個意思。咁所以其實你諗到諗完呢一個之後咧，你將呢啲嘢寫翻出嚟就得噶啦。咁咧就好似呢度啦。咁啊，仲有寫啦 ，A B 就等於 C 呢啊，佢俾噶嘛。咁跟住 A C 等於 D 啦，都係佢俾噶嘛。咁跟住角 B A C 就等於角 C D E， 其實用翻 E D C 好啲啊，因為 E D C 其實係順翻嘅次序嘅。睇下先 B。BAC 佢順咗未咧？啊 ，CDE 啱啊，應該用翻 CDE 啱啊，順翻個次序嘅，好啊，已知啊，九十度嘛，係咪？咁所以咧，三個 ABC 佢用嗰個直角開始先啊 ，A， 咁咧 DCE 啱啊，嗱，我哋最好咧順翻個次序寫啊，因為佢順咗俾你嘅，但如果你要自己寫咧，就係、是、A。喺只直角開始啦 ，A 就對 D 啦 ，A 對 D 啦，跟住 A 行短啲嗰條邊啦，去咗 B 啦，咁所以 D 行短啲嗰條邊去 C 啦，對翻呢個，咁所以到 E 啦。嗱，咁樣咧就叫做成個證明係啱，而寫齊曬
呢啲理由，其實最主要要寫呢個理由。咁咧，譬如如果真係計分咧，咁呢個同學咧就會有齊曬咧兩分啦。咁跟住咧，小心啲睇題目啦。咁、那個 B 部分咧喺呢度，咁咧就證明 B、C 同 CE 垂直，同 CE 垂直。咁好啦。如果喺呢一類呢一種嘅題目，佢冇坐標噶嘛，你跟住就唔好諗下，好似坐標嗰啲，揾斜率，斜率乘埋等於負一，冇啦，因為佢冇坐標，咁所以好直接嘅，佢問佢垂直，咁即係叫你證明呢只角是否九十度，呢只角是否九十度，好啦，咁咧佢有啲位咧喺個題目裏邊咧，其實係。隱藏咗俾你嘅 ACD 咧係一條直線 ，ACD 係一條直線咧，其實想話俾你知咧，呢只角咧或者另外反嗰邊啦，但我唔寫嗰邊，因為嗰邊好花，係180度，係一個平角，係一個平角，呢個好緊要嘅。點解咧？而家我想揾 BCD、BCE。睇下咪90度，咁其實我就想知呢三隻角咧，其實就係直線上的輪角嘅三隻角啦。OK， 好啦，咁我嚟睇翻，咁同學咧就睇翻角 ABC 就等於角 DCE， 呢兩隻相等啦，咁如果想寫清楚咧，就係、是。因為三角寫咗先啦，對應角，跟住咧，因為三角形 ABC 同三角形 DCE 全等，即係咁樣寫咧，係最齊全嘅啲嘢，係啦，對應角。咁咧，呢度都係嘅 ，ACB 呢個尖等於呢個尖啊 ，CED 好啊。咁咧，我就會咁樣寫，跟住講 ACB 加 DCE 等於90度。跟住三隻角加埋180度，嗱呢度個寫法咧會咁樣會好啲。我哋會咁寫角 A C B 加角ABC 加90度等於180度，咁咧咩原因呢？咁咧三個人攞個和啦，咁我想睇住只 ACB 嘅，咁咧個 ACB。咁頭先就講咗 ABC 等於 DCE 嘛，所以加角 DCE 咁先至等於90度，即係漏咗呢句咯，咁跟住先至寫呢句，一路寫翻。直線上的輪角，跟住計到隻角 BCE 90度，咁所以咧就垂直啦。好啦，咁咧嚟到呢題，咁呢題咧就望下個圖先。嗱，睇曬成條題目先去諗。咁咧 ADC 係直線，
咁咧 BAC 佢 mark 咗俾你啦 ，BAC 等於 CBD， 等於 CBD。好啦，證明角 ABC 嗱，證明三角 ABC 相似三角 BDC 嗱，通常咧佢呢一啲咧排好曬次序嘅，咁所以 A 角對 B 角 ，BDC 係細嗰只角嘛 ，A 角對 B 角。咁其實佢 mark 咗俾你係相同啦，跟住大三角嘅 B 就會成大嗰只啦，就對細三角嘅 D 呢只，咁呢只咧冇乜資料嘅 ，A B C 即係呢只角啦 ，B D C 都係呢只角啦，咁所以其實呢只角咧，即係大家咧一樣嘅，即係大家係共同都有噶嘛，好啦。咁跟住咧，求 AB 同 AD 嗱，小心咧喺做相似三角形。相似三角形咧，嗰幾個原因，就有一個原因咧喺即係個簡寫啦，即係同全嘅三角形咧一定好唔似咧，就係多咗一個原因咧叫 AAA。AAA。或者咧，其實高班咧，我哋寫咧寫用 AA 都得嘅。咁因為我哋知道咧，三角形三隻角嘅總和咧一定係180度噶嘛。咁所以如果有兩個三角形有兩對角已經知道相等嘅時候咧，第三對角咧唔會唔相等噶啊，因為個總和係固定咗。咁所以好多時咧喺去到高年班咧。我哋係會接受咧，你揾到兩對角就得噶啦。咁呢個咧要留意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相似三角形。咩為相似咧？個形狀似，但係 size 唔同，大細唔同，咁叫相似。咁所以咧，佢哋唔應該咧有所謂邊長會相同。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即係大家一定要記得，因為咧好多時佢個三角形咧有啲額外嘅資料俾咗你，即係譬如好似呢度有其他資料，譬如有埋邊長，咁就好容易咧同學會俾啲邊長誤導咗咧喺證明相似三角形嘅時候咧會睇。邊長啊？嗱，原本睇邊長冇所謂嘅，但係好多時咧，你會睇咧就係邊條邊等於邊條邊，咁就唔妥當啦。因為頭先講過兩個三角形、兩個三角形相似咧，嗱，你望下佢要證明呢兩個，呢個同呢個，咁其實咧就係個形狀相似，但係咧 size 唔同嘛，呢個細啲噶嘛。同呢個比嘛，係咪？咁 size 唔同，咁佢個對應邊唔會係相同㗎，即係嗰個 size 嗱，譬如咁樣，你一個三角形咁，跟住你有個，咦，都係咁樣，係咪？咁啊相似，咁樣呢一對呢條同呢條就叫做對應邊啊嘛。係咪？這個咁樣叫對應邊啊嘛？佢咁樣斜斜地又好似相對地係最長嗰條，這個對應邊，咁佢哋個邊長唔會相同噶。咁所以咧就要小心一樣嘢咧，就當你發現要證相似三角形而有邊長俾你嘅時候，究竟啲邊長俾你做乜？係咪用嚟俾你證明佢係咪相似？咁咁個邊長係咪唔可以證明相似呢？唔係唔得。你記得嗰句嘢呢，就係佢要成比例。成比例個意思呢，就係佢哋有一個固定嘅比例。咁但係要固定嘅比例，我得一對邊，我點知個比例係咪固定呢？我淨係用呢兩條邊去計個比例出嚟，我都唔知另外嗰兩對嘅對應邊。嘅邊長嘅時候，我何來比較到個比例係咪固定呢？咁所以呢，如果會用到一啲邊長去計比例，而知道
個三個人係相似呢，其實佢啲邊長呢，佢都要俾幾多資料嚟㗎。其實起碼你會得到有兩對，我記住係兩對，即係有四條邊啊，兩對嘅對應邊，跟住你先可以計到個比例，咁先至可以知道呢是否叫做啲邊長係有一個固定比例。OK， 嗱，咁所以咧，呢位同學咧，其實咧差唔多，原本差唔多係做啱，就係咧就係多咗呢樣嘢啦。BC 等於 BC， 就係呢句嘢咧就係唔啱啦。BC 喺大三角形嚟講咧係個底嚟嘅，咁咪留意啊，或者我哋睇咧睇個名都會知嘅。BC 在個大三角形底，它對照小三角形是哪條線呢？是 DC 的，即 BC 的對應邊是 DC， BC 的對應邊， BC 的對應邊是這條 DC， 它們才是一撇。所以你告訴別人這條邊等於這條邊是沒有作用的，因為這條邊是個大三角形，好像是個底的物體啦，但是對於個小的三角形是這條來的嘛，沒有用的，即不是一對的，所以這句話呢是沒有作用的。那呢角 A 等於 DBC 已知，跟著呢 DCB 等於 ACB， 這個呢就不是已知，是公共角，或者英文的 common。 那所以呢其實就不是 ASA， 就是得兩對角啦， AA， 那因為第三對角一定是相同。好啦，這裡呢怎樣來的呢這些東西，其實就算你上面寫得不好，那呢它計邊長，其實呢你三角形 A BC 同三角形 BDC 相似啦，咁咧即係話 AB 就對 BD， 跟住咧 AC 咧就對 BC， 跟住咧 BC 咧呢度嘅 BC 咧就會對 DC 啦。咁AC， 咁好啦，睇下先，佢想搵邊個呢？佢想搵 AB， 佢想搵 AB 就會對 BD， AB 係唔知嘅， BD 呢我知係5， AC 呢都是不知道的，但我知道 BC 呢是6，再等於 BC 呢我知道是6啦， DC 呢我知道是4，那所以看回那呢 AB係啦，就應該咁樣對翻個比例嘅，咁樣對翻個比例，咁就所以呢度就好似有啲唔係好妥啦。點解咁？咁樣呢，如果你用呢兩式睇咧 ，AB 咧就會等於5/6/4。7.5， 跟住呢佢要搵 AD， 但係呢我哋唔會實質搵到 AD 嘅，我哋要搵到 AC 先。AC 呢
就係六乘六 over 四。先至等於九，咁跟住咧 ，AD 咧乘佢九，再係九減四等於五啦。咁可以望一望。OK， 係啦。咁所以呢度咧，呢度要小心。呢度就最好用個三角，即係佢俾嘅資料咧，寫翻曬一對對邊 ，A B 對 B D，A C 對 B C，B C 對 D C， 係啦，寫好曬，跟住再寫翻曬支嘅邊長咧落去，跟住先再計，係啦。好，咁咧，我諗相似三個人、全係三個人呢一類數咧，都需要再多啲即係温習同埋練習啦。好啦，咁不等式，不等式咧最近做咗一大堆，應該唔會太難嘅。2x 減五，好啦，將個三乘咗過去啦，十二 x， 咁掉咗個嚟負十 x。細個等於五調過去，跟住除以負十，所以記得咧，因為除以負數咧，個不等號會調轉啦，就負二分一。好啦，咁咧提翻做不等式呢啲咧，應該寫清楚咧，呢度係和。好啦，21減3細個7 x， 21細個7 x，x 大過3。好啦。咁咧穩陣啲咧，我哋會畫翻條數先啦。大個或等於二分一，呢度負二分一。咁咧大個三喺呢度啦。咁其實呢度可以一路延伸過去啦。咁所以咧共同嘅地方咧應該係呢度啦。咁所以咧。最後 x 大過三嘅，好啦，大過三滿足曬呢一堆嘢嘅最小整數，大過三跟住個整數咪四咯，咁所以咧四就係呢度答案啦。好，呢條其實咧呢度真係唔好意思啦，個印刷方面褪咗位，咁所以咧其實佢應該是背脊的那些間線，好了，不要緊，同學做了這個我們在這裡看，負二乘三 x 加五，負六 x， 負負負十啦，六 x， 跟住佢這樣掉過那邊，負十二 x 細過十 ，x 大過負摩佛六，咁樣啦，寫清楚呢度係話啦。咁跟住呢度十五 x 減廿二，細個話等於三乘七廿一 x 加六。咁跟住十五減廿一 x 六負六 x 細個等於廿八。咁跟住除以負六，呢度睇下呢度。咁咧冇咗個負，啊咁其實就咁嘅，畫咁咧負十四就應該喺呢度，負十四 over 三，跟住咧負五 over 六應該喺呢度啦，因為呢個細過一啦，仲要咁跟住深烤零喺呢度啦 ，x 大過或等於。跟住咧，大個好啦。咁因為畫
因為畫的時候呢，其實呢就不需要重疊位置的，只需要呢它隨便一個不等式呢覆蓋到都可以了，所以呢應該是這裡，那呢有個負在這裡，是的。那這個 A 部啦， A 部，那 B 部是計什麼呢？B 部就是這樣綁住它，B 部呢就是滿足到 A 部不等式最少整數。好了，由這個開始，負14 over 3 大概是多少呢？四點幾，負四點幾，那所以呢它騰過來的時候呢應該是負四了，咁所以呢後面睇下係咪夾到負四先。好啦，因為呢位同學前面寫錯正負啦，咁呢其實個答案係 x 大過或等於冇等於負14都發生。所以呢，就應該是負四了。好，跟住咧就去到極左標，極左標嘅最緊要就畫好佢啲嘢啦。A 5 1 2 3 4 5 240度，我 mark 清楚呢個 A， 跟住咧1 330呢個係 B， 好啦，求 A O B。330-240度，330-90度是啱嘅。好啦，三個 AOB 嘅面積，咁我會建議同學呢咁啊，而家你會計到呢度係90度啦，跟住就問你呢個三角形嘅面積係幾多？咁其實我哋用最基本嘅嘢，你記住呢一度咧係甲部嚟噶。甲部咧，你計三角形面積咧，諗嗰個最基本底乘高除二，底同高係幾多咧？嗱，呢度呢個意思，佢個坐標呢度一，即係話呢個長度咧係一個單位。咁呢度個坐標呢度前面係五啦。咁即係話咧，呢一條長度咧係五啦，咁所以咧佢實質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三角啦。呢度已經90度嘅喎，咁咧呢度係五，呢度係一，咁呢個三個角形嘅實面即係幾多啊？5×1×2，不過咧就手多，今次手多就唔係 cm。因為呢度冇講過啲長度單位係 cm， 咁所以你寫 2.5 或者咧不明單位咧，我哋寫平方單位，平方單位。好啦，仲有呢條嗱，就算佢冇圖。我都會建議同學咧自己畫個圖，咁咧30度，咁即係可能咁啦，
我會點話呢？佢兩倍關係㗎嘛，一個三一個六，咁呢我就可能話 1.5 跟住呢呢度就30度啦。OK， 咁即係話呢個呢，呢個呢就叫 Q。跟住呢6 120度大概啦。咁如果想畫返個啱嘅比例，想畫返啱嘅比例，頭先呢度用咗 1.5cm， 咁跟住呢度呢應該 3cm， 不過太遠啦，咁樣畫住咁先啦，大概你知得㗎啦。咁咧，呢個係120度，好啦，120度嘅意思係由呢度咁樣度起啦，可以咁樣度起啦，好啦。咁跟住咧，呢個 P， 好啦 ，P 繞極點。即是你個 O 順時針，順時針，順時針會咁樣轉，順時針會咁樣轉，轉到轉180度去到 R。 好啊，咁你諗下轉180度去到 R 去到邊呢？呢一節呢就已經120度了嘛。咁即係話呢，其實佢轉180度，即係120度唔夠啦，再轉。咁咩叫轉180度？你諗下，一條直線咪180度囉，係咪？咁呢都係咁長。咁所以 R 呢喺呢度， R 喺呢度。好啦，但我哋平時呢個極坐標呢，呢個位呢叫零㗎嘛，叫零㗎嘛。咁所以呢，其實我可以，其實嚟到呢一個位嘅時候 ，R 嘅坐標，我哋計方向係咁樣計噶嘛，係咁樣計。咁所以呢，咁即係個意思呢，等下先，我用另外一支筆寫，希望大家睇得清楚啲。咁個 R 嗰隻角呢就會咁樣㗎喎。呢個圈喎，呢個圈幾多度呢？呢個圈幾多度呢？嗱，頭先記唔記得呢一節？呢節係180度，呢節係120度。咁佢咁樣轉過嚟，即係話呢一個位係60度啦。咁即係我哋計緊一樣嘢，問翻你呢隻角係幾多？咁成個圈係360度噶嘛？咁如果呢邊60度，另外嗰邊咪300度咯。咁所以個寫法咧，第一個度數係300度啦。咁個長度佢都係成支咁，成支咁樣轉啫。咁所以咧，其實係長度一樣嘅。咁所以我左邊係呢個啦。跟住呢就角 POQ， 求角 POQ， 咁呢就 P 係呢個 ,Q 係呢個 ,POQ 都係120度減30度啦 ,90。三角形 PQR， 嗱，而家其實發生咩事呢？
其實咁樣睇喎 ，P 同 R 因為轉180度，咁所以咧其實 P 同 R 咧係一條直線嚟噶嘛。咁咧個 O 喺呢度啦，個 R 喺呢度，個 P 喺呢度。咁而家呢一度個長度咧係6，咁一樣噶嘛呢邊，因為旋轉過嚟噶嘛，旋轉過嚟。呢個長度都是6，跟住而家我哋計到咧有個 Q 喺呢度，個 Q 喺呢度，咁我哋根據個計算 POQ 呢個90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咁咯。跟住問你而家呢個三角形，呢個三角形個面積。咁呢個其實呢度唔係個高囉，呢個高 O 去 Q 個長度， O 去 Q 長度即係呢個啦，咁所以個高呢係3，咁跟住個底呢就呢邊有6，呢邊有6加埋12啦，咁所以呢呢度就計少咗啲嘢啦，咁所以其實實質呢就係6加6啦，因為有兩邊 PQR係啦，佢計到嚟呢邊六同六，再乘3，跟住咧再除2，OK， 咁所以咧應該係18平方單位，係啦，咁所以咧亦都唔係 cm， 咁亦都呢個位計錯咗，咁啊小心啲得，最好就係、是。嘗試畫圖會好啲咯，係啦，你唔畫圖好多時咧就會難啲理解嘅。咁咧就大家好好温習，考試咧就嚟啦。咁咧温習好啲，預備充足啲，咁咧相信咧考試咧應該冇問題啦。